呢，我们玉户族的传统婚俗啊，可以说真的是包罗万象，都有哪些呢？我们先请出我们的城市百科小派来给大家普及一下。小派，玉户族婚礼仪式主要有求亲订婚、选人请客、娘家宴请、姑娘带头面、惜别送亲、打尖迎亲、马踏帐房、射箭拜天地、冠带新郎、开宴酒席、酒宴送歌、新娘打茶、回亲等十多项程序，28个礼节。谢谢，谢谢小派。谢谢。